喂，大家好，嗱，今日嚟试下啲虾肠，改变策略食肠粉先，因为咧又系怕佢冻，怕佢冻，趁热食一定要，系嘛？唔錯唔錯，因為咧好多韭黃，喂韭黃唔平嘅，唔知會唔會貴過啲蝦咧？啊韭黃，好香韭黃，好足料，喂17蚊，咁咧如果楞個點心咧就仲平兩個。即係點心又係17蚊啦，咁就會減2蚊，就變咗咧32蚊就兩味 ，OK， 32蚊兩味，嗯，點啊？好滑，嗯，同埋而家好熱啊，熱辣辣，特別正，同埋會滑嘅。雞就熱啦，熱咧會特別滑。好，食埋佢先。啊，試下呢個鵪鶉蛋燒賣。其實咧，這個咧都算懷舊嘅點心，因為而家好多酒樓都冇做呢個嘅，即係咪麻煩啲，整粒鵪鶉蛋喺個頂咁樣。今日呢個就菜肉包，啊菜肉包，係咪？差嗰日就叉燒包啦，一樣咁大個你睇，成隻手咁大呢個包，係嘛聽？直情成隻手，你睇嗱，直情遮住咗我隻手咁滯咧，好試下，嗯。OK， 同啲上海鋪嗰啲菜包一樣，一模一樣，唔錯。哇，食完呢個 OK 嘅已經，好飽。如果你嗰啲細食啲啊，我諗你一個包你都飽，呢個包，一個包你飽嘅，飲啲嘢咁飽曬。好，食飽。